我亲爱的小黑粉们，今天的这个蛋糕，你们如果还是觉得我一点进步都没有，那就是你们不对了哦。我今天特用心的做了紫米芋泥蛋糕，紫米我已经提前一晚上给它泡好了。这个锅的双胆是可以独立控制的，我平时在家里一边煲汤一边煮饭，别提还真方便。把芋头也蒸上，而且这个盖子还是防疫的哟，就是你煲粥煲汤都没有问题。今天的卡通化标准吧，左边按糙米饭，右边按炖煮。这个锅带微压，蒸出来的紫米真的好软，特别糯。馅料就调好了，第一层给它放上紫米馅，馅料的配比我会发在视频的最后哦。这层夹心用芋泥，先透露一下是复古风。外面的天好黑呀，好像又要下大暴雨。抹面奶油我调了一点点棕。手都抖，而且全程好紧张，不敢说话。做的我全程都好紧张。我觉得还是挺复古的。今天的这个蛋糕真的是我觉得做的最好的一次了，毕竟复古的真的还是挺难的。